一公公秀才咯，骑白马过连塘，汾阳出坑客家人有名堂。其实客家地小众同好讲笑话，俺唔单只爱讲笑话，俺同好脱俗。啊，今日你有咩脱俗呢？搞今日特别来宾有关系，今日特别来宾系马山你知冇？嗯哼，姓蔡，香菜。是吗？嗯，香菜，香菜。小弟啊，菜条，菜条，你知冇？唔系菜条，唔系菜条，唔系菜条。嗯。菜不乱。菜不乱，菜不乱给你咯。菜不太不是人。香菜，再猜看看，团框框，马山。蔡康永吗？嗯，你点啊？我同学讲客家人有名堂呢，但唔多唔系啊。前辈唱到系嘛啥呀？是系蔡诗平。在妈妈香气，气牛妹，许娘妹，一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家女生的名字啊。香气的同好系高永堂，关于同好，爱英雄亲情，系爱家公家婆的活动。两个戏家的狗用桶，了暑假还家家来压了，前面有太皮桶，后背有伞，向希望然后提爱去戏家的狗用桶。客家人有名桶，根本无简单，唱到吹太高。嗯，哇，我哎你的节目啊吼，哎俺弟你的客家人，哎是啊，哎妈妈是总来客家。哦，总来客家人，跳板阿妈带总来。总来。是啊。啊，今年基本可以吐牙签来不？我带你去看那个老屋。老屋是啊。老屋。哦，啊，可以啊。文坛才子蔡诗平本人的印象就是爱生天二胎，没想到其实是俺客家乡亲啊。高粱起步的老祖公来台湾嘅客，迁做洛阳的三子，在闽粤海钓的影响下，下南来到高粱来开垦。现在家钓有当多的土地。戏就变作为青苔乡，戏新娘戏国泰就是对高粱来的，唔知蔡诗平同家头感系也有关系呢？哎呀，太高嘿，嘿，挨着挨头也出事，啊，对了出事，嘿，新娘嘛对了出事，嘿，国泰嘛对了出事，哇，许国泰，许国泰跟许新娘，哎，哦，许国泰跟许新娘老，老我们诗平哥有嘛该管嘿？啊，嘿。舅舅，许新娘的太舅，妈妈就是新娘的二姐。许新娘，许新娘叫我妈妈二姐。哎，叫蔡诗平的妈妈二姐。许新娘在夹妈妈的露台，哎，露台，哦，露台哦，熊太露台了。哦，古叔，哎，你俩落去俩是诶，公堂，公堂嘿啊，公堂。跟你有叔叔诶，诗平大哥嘛？有哦，有哦。看电视有看到，咩贾太太啊，挨到叔叔妈帮我记。贾太太哦，蒋，蒋哦，哎，长辈，长辈，人家有姜一只猫的嘿啊。是啊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女儿，再生一个啊，男的来啊，那生一个，嘿啊，一男一女啊，恰恰好啊。对呀，你有看过视频哥下一数吗？来，嘿，挨木块哥啊，是，挨几多分来看啊？哥啊，吃菜啊，挨肉。这事已经不要再挑拨了，我们亲戚关系。鸡同鸭太求重要，就专门下手。下属新娘啊，许新娘有没有下属啊？戏港人出动到有名的人哦，许新娘是真劲，吼，许主席莫法讲，是不是？他是，该用是做烟庄还是做做生意啊？嗯，真的全世界五大人物之一，真劲。莫想到吼，许新娘是蔡诗平的亲阿舅呢。谈到蔡诗平也拜转故乡来亲近，习主席特别出函跟进来见面。哎，诗平哥，嘿，你有来过俩公堂吗？当然哦，嘿，爱些时节有来过，有来过嘿，有来过。哎，不过啊，看到动特别嘞，一般前面会下什么堂什么堂？狗勇哎，但亚贵面会下大月流芳，嘿，大概就是你大月流芳那。唐朝时候，哎，还有蒙古，哎呀，啊，泰国魔幻呐！哎哦，是泰国哇，唔嘛卡差唔多诶 ，Andy 刘洋呢？也同天花原来系许新娘主席带来嘅啦。佢讲泰屋刘芳很用嘅来嘅，当重要，听错爱好好来见识一下，特别请大家爱登记来。
不过还看牙毛的动特别嘞，你看牙毛的，来看一下，香气的，其实狗用桶，还有安葵、晋林堂，还有汝南堂、中山堂、太原堂，最大就是高阳堂了。高阳堂是最多的，最多的。好，哎，他看看，来，我就来看一下哦。入到公堂度，一下就看得出是典型的传统客家人堂下的摆设。除了有两片的甜甜甜，老东王的阿公婆牌以外，小总还特别注意到雕的左片白当的亚种花，做的边的暗鲜明的蔬菜，应该是有当重要的意义哈。我看到了，特别咯，山前山背，料片是背背。药品古古兽香气的全部供药品，没有没有，你两位全部供药品，哎，两位就三千三杯的，哎，这样就供药品。哎，泰哥，搞一定要药品一下好不好？搞一下了，视频哥哦，哎，你要你爱是你位，爱爱是你位，你爱是你位，讲金门嘢来到，哎，你是我个共产。你金本尼，金本尼，金本尼，金本尼就今天了呀。来到，来到，来到，你希望的工程，你希望的，希望，希望的，工程，希望的工程，工程，不是工头啊，工程，叫做工程，工程。嘿，就系用嘅，哦，简单咯，哦，冇简单咯，有，嘿，而家留落去时间系必双数，三哦，三数来，是三四时间，哦，不过会许上嘛，该许上嘛，该，哦，爱加工，爱加工嘅，系嘛，文书贵，是吧？是咧，译文快，但系我看到佢许信阳嘅信，好。许信良那时候，他是学字辈，啊，第四个是旧师哎，大概你又没用了学。许太哥讲啊，许主席亚凤的难点，都无只有出谱来安命。其中的原因，一切是加速度，无人了解的。当时就有师太人讲，应该是的日本书的，日本人唔本台湾人用出谱的关系。不过没有另外一种讲法是，有条热爱味道爱求生的呢，顺势平安。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安眠。平时咧，各位朋友啊，大家好，来去洗凉。那我们加油讲，你去替这个是咧，我来去加自身的思维来根据咧，是按你做下嘿，一首歌，七言律诗。哎，莫按跟着看，你有这么大的第一条，你可以读诶。七言律诗，七言律诗。这个律诗咧，就按祖先咧，对按自身咧。期许，哎，期许，家修文学亦是家里人，不好爱修文学，是我家啊，锦华一村，哦，啊，像这个正经，正经又出来，家修文学不好爱修文学，亦是你是要为时代啊，来服务啊，邀明金榜登科第，所以我们要去考科举，那官要做到皎烈玉阶未转。做到长相，哇，那某件长相，期许懂开哎，是这样哦。这当宰相不是当官，做嘛干？哎，做嘛？立业建功成盛世，要替这安啊，要替安邦定国哈。立业建功要成盛世，希望造成一个太平的太平盛世时代。希望这个子孙能够安邦定国。哦，那个让国家太平，太平，太平。徐主席他们都有做到。所以这个是很祝贤的自身的希望。没想到是比比萨空的老祖公对后退的希望，就可能出希望的老祖公听着是动摇学问，甚至有可能是历史的有名人哦。过年的希望是从那个广东鸟居搬过来，那来年嘛又转移广东鸟居好多，就是那个主持啊。就这个字完全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这个字完全一模一样啊！所以我相信，可能广东的那个希望，梦地方大概流芳什么意思？那有时候我到河南去访问，我就到河南那个嵩山了，哎，再跟我讲许攸，
就在这个横，就徐州。徐州徐州在徐州一贯走，就在嵩山附近。哇，徐州是什么呢？是唐，我们知道尧舜，尧舜禅让，对不对？尧禅让给舜。那尧最先不是要让给舜，而是让给我们家的许攸，知道不知道？许攸接受就没有了，所以尧又去找舜，找许攸啊。那许攸，好，他不接受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学家圣人，还是我们许家的这个祖先。所以我们这个许家是从那边来的。李白还很有名一首诗叫“有耳莫喜以传诗”，正道理。那就是许攸讲，我给你祖先许攸的故事。许攸的故乡就是现在这个。河南的嵩山那一带嵩山那一带，所以许攸许家的来源就是河南中部的，从嵩山到现在许昌，许昌是许啊，盖比索就是现在我们讲颍川，所以他当年哦，很多都跟河南颍川有关系，相承呢，对颍川哈，对颍川相种呢，相拉呢，都跟那个有关系，跟那个河南颍川，就大概颍川就是河南中部哦，一条水源，但是矮哈是专一块的，那深度颍川了，哦，深度该，那个已经没有这个水，你妈妈吼，妈孙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很叛逆，很叛逆，很私奔的哦，去家冲之中，可以讲矮是。唯一的是支持你，哎，全力支持啊！假爸虽然是外省人，然后结婚以后，那哥哥很快就没了。还有跟我对，跟我家总玩那个宿舍吧。哦，假爸爸。颍川就是河南中部哦。一条水源，但是矮哈是专一块的，那深度颍川了，哦，深度该，那个已经没有这个水了，哦，没了水了，已经没有这个，这么多年了，但是这个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，所以你就提高，现在用颍川的哦，尤其跟哈嘎颍的关系非常深，所以很多客家的堂号都是颍川，都跟它有关，都是那一代过来的，就大越流芳，就是大越就是嵩山。河南嵩山盖归，我们就讲少林寺盖，嵩山盖。所以我们是大越的后裔。所以流芳万世。哦，你真的厉害，还是追根溯源。为什么叫高阳堂？哎，对，高阳堂有问题。高阳堂就是我们许国啊，在那个战国时，是周朝封的许国，就现在许昌的地方。在战国时候，他对那个楚国是灭绝的。被除灭掉以后，是你许家的那个许国的。那个臣民啊，就是老百姓，还有他的贵族啊，很大一支啊，移到河北的高阳，所以很多台湾的地方啊，都是我们高阳，高阳是高，就是从高阳改名哈，出来分出来，对，高阳真正的发展，真言哦，含金处哦，哇，主持暗都知的哦，廖新涵，真的哦，谈到演义，真的整个你们的来龙去脉哦。我真的也可以改姓许，清清楚楚，真的哦。小总唔好上空上起来，上改箱啊，莫按改哦。伫公堂度其实含有玄机，也为孔代老祖公对后代嘅祝福。还有啊，看到你啊吼，凤毛麟趾，还有龟鹤宗师，宗师，来看一下哦。你家，来毛干将军看到看我。视频大哥，对，超级大哥。它这里面的句子都是用那个《世说新语》的。对，凤毛跟麟角都是古代形容那种人才很杰出，然后在世间少见，比如说在娱乐圈，我们就可以形容。小钟你是凤毛，政治界呢，徐主席就是菱角，就各行各业的精英了。精英。那后面那个龟鹤宗师就更好解释了，因为他就是长寿。公堂度无论是青年的时间史秘宝，也是阿公婆派顺头当斗斗的对耶。慢慢的就可能出老祖公，希望后代子孙做得出头天，含个长命百岁的心愿。对老祖公的等人，希望子弟当宗师。古所的右偏别当，当清楚的规定出拜祖先的时间，一年十拜拜祖先，做得讲是当慎重。除台外表他慎重尊严以外，还做得虔敬子孙对家族的团结，本希望贵族的情感流芳百世。
哎，跟安妮迪亚吼，甲妈妈迄个姐姐，没错，跟你老姐姐感情好。哦，非常好。那个是这样吼，那个她甲妈妈迄个二姐，二姐，就刚好是我上面那个，我上面那个，所以差大概两岁而已。哦，对对对。那她小甲妈妈从小就是很小就送文银了，做养女。她那个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家贫，不是的。我们家非常好，很有钱的那个，我们地主啦，那个时候可以按高哦，那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，那是当时那是个客家一个可以说习俗，他那个皇家送给保姆，他们是好很好人家，他也是算的很有钱有的，哎，很富有人家，所以不是童养媳，他就等于从小就把当女儿这样送门给保姆，啊，所以就是一个等于是我啊那个家里。世交了，所以跟有很好人家哈，我们这个摄影的小女儿，这个一母子跟后照顾嘛，所以双夫人哎，这个富华配世交的啊，会做梦哎，会做梦是这样的哦，会暗有原因哦。希望一直以来就是高粱的大家族，希望共同涵盖起全家家族的素材。就像泰屋流放的唐河琼玉，提提亚豆对泰山来的后台，唔但将魂不死海，还开系尊属客家人，默默祖宗念的宣誓，各有各的成就。除了赚到加工的萝卜以外，视频泰国还带按许多几非一千多的加工物卡。天空啊，阿老母哦，阿妈哟，大刀两杀，阿哥来都来萝卜哥，哈厉害，饶平腔一下就学会了。对啊，饶平腔，老母，吸烟是讲落水，落水，哎，你还会看到那地方很太哦。哎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一起那个就是中堂哦，中堂，中堂那个拜了祖先的地方，架公架婆，架公架婆，右厢房，对，哦，现在都拆掉了。不过你还会空有海船呢，就差不多，只要看到这个，大家都可以想当年的模样，当年就是这样的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总统，然后右厢，对，然后这边就是稻埕，然后这边出去就一个祠堂。皮桶，哎，有一个皮桶。但你生时间有裸尿不到？有哦，哎，我在我的家公家婆家公这边就照来照去，哎，照来照去，跑，有一次我就在这边跑，碰到一个很老的老阿婆，哎，他就把我叫住了，哎，欢迎。我爱妈妈黑马上，我就告诉他说，爱妈妈黑听你牛妹，听你牛妹，他就很高兴，就拍拍我的，然后我就跑出来问我妈妈说，哎，刚那个是老阿婆黑马上，是马上，我妈就阿胎啦，哦，阿胎啊，我该黑徐主席阿婆，很慈祥很可爱，因为他因为我们那个气味应该还记得吧？哦，有，因为以前我爸尿他们就是用一个木桶，因为好干净的，好干净的，那个可以去啊。中菜，哎，施肥，所以经常在房间里面做干米汤，哎，喵的米汤冻虫，哎，来到位喜福双博，蔡思平写世界的记忆，一下又想转来耶。木当的工虫，还有乐意独得爱的地图上，从左手摸出来的火凤舞，又转到面头前，当场又看到僵尸给冻尿的小阿拉耶，尖叫尖叫的样哎。你哈落到了梯缝啊，东这边，我身后这面墙，东有加一一，因为下岗人懂孝顺啊吼，我们这面墙就叫孝亲墙。过了三个月，是吧？后来改建，徐国泰哈，被周立伟说，去拆改建，就连当时也父母亲啊，住的比较方便。要会做的可能比较凶天，娘家公，哦，娘家公，徐主席的爸爸，哦，哎。我外公每次就叫我把我放在一个牛的背上，不舒服啊。有一次我记得在田里面走，还咚掉到田里面去。外公就把我抓回来，然后路上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就胖子啊，就调皮嘛。坐上面还不好好坐，咚就掉下来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不过那底下吼，徐主席老娘妈妈感情很好，娘妈吼，妈孙
他的想法很现代，很叛逆，很叛逆，很私奔那样。你当时当时当时有就是族群的，因为搞爸爸关系，这个诶搞错诶，从父母暂时，但是事情的搞妈妈就不管这一切。你说诶，因为他对他不管这一切，被搞错之中，可以讲还是唯一的。是支持你，哎，全力支持啊！最容易怎么说服阿公阿婆啊？对，生米煮成熟饭。哎，就是啊，后来就他油嘞哈，油嘞，给妈妈油嘞，油嘞油嘞。对，后来他们结婚，对，我就当然只好接受了。而且很小，他们就回来，回来就从众人告啊，所以变得很亲啊。亚爸虽然是外省人，然后结婚以后，那哥哥很快就没了，很快就没有了，很快就接到他什么。新的一家人，这经典哦，好像都有这一段哦。会，还有跟我家狗玩那个四色吧。哦，养爸爸。是。后来一个小阿姨也是嫁给一个我，嫁给外甥啊。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你小阿姨就很有趣啊。那个嫁公就跟几个舅舅啊，还有跟一些女婿啊，女婿有闽南的，有外省的，然后大家吃饭啊，喝酒啊，然后玩那个四色牌。其实我觉得很好，这是你们算是一个台湾的小缩影。喜新娘老蔡食品也两只阿 Q， 两三年都当无限呢。隔壁家的演戏节目的时间，挑汗转来，上顶头摆大下嘴鼓，真给汗吃菜哟。离开戏主席过后，下一站蔡食品会带点小组，去到江市玉家梅台街杨梅王屋。卢红看到以后又以后的笔头，蔡食品空话讲啊，也其实是桃园的特色咯。哎呀，你等于空气吼又强吼，风景吼。哎，你亮啥？暗用吼，有种一对小情侣吼。喂，你讲几秒了？哪样讲啊吼？哎，你底下吼，俺妈妈说是啊吼，是松本相逢的呢。对，相逢的。嘿，古说哎，你吼根本穿到相逢的加同袍，根本落到遐天蓬是黑的。不过你还看到遐笔筒，你看到无？筒体边，那笔筒前面啊，中筒都疏啊、乏啊。你有没有暗用？照理讲应该直接看到遐笔筒。通常是这样。你有没有暗用？哎，我们来请教一下。要请慢以后，你要请慢音，来请一下拱哈筒的个，来带两位你筒住了，哎，筒住，你是筒住啊，筒住，你有，哇，望太过去啊，望嘛该，望肉床，看一下笔筒啊，筒这边，你有没有中疏又中乏，无直接看到水啊，不过看到筒这边，其他嘛该好，哎，要厉害哦，哎，当初看到那松瓜还有皮袍诶，西甲皮袍的。制服啊，万一讲话有客家乡音的话，就会变这样。然后呢，肯定要有行当啦，你先做一个就好。对，一定要有条很有隐藏线、真金线。不要没装饰诶，没，那条线是条中心点的呀。哦，是永生，永生咖啡。你有没有有中疏有中乏？无直接看到水啊样。好，嘿，因为吼，料理因你个笔筒哟，头摆是青岛用出的基本啊时间啦，哈，所以用红水池。红水池。玻璃为了是讲灌溉问题，所以加大。因为因你差不多四分田，所以灌溉量大。所以因为我的下坡有两甲半的田，所以我用四分半来笔筒。所以把那边还排比个风水池就加大，里面都要自给自足的模式，厉害就好。你讲啊，三峡木，三峡木，三峡的房屋木，哈田，哈田，房屋前面是田，四壁四尊认识田，四壁四尊认认识田，认识田，十年来田，哦，认识田，再一版，三峡木木哈田。死鼻死尊认识田，要押韵。有押韵。死鼻死尊认识田，能共一半。三峡木哈田，死鼻死尊认识田。有押韵，对，有押韵。好。
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去了台北了哈，有一个最基本的，这个以前要有一个引龙，你没这个。看他懂啊，没就在拜柳池，那就是引龙，就是从这山引过来。哦，哎，所以就刚好这山下面这样引过来。引过来，哎，正经啊，可能人家落木正经讲了，高一了看一下。哦，那种长得蛮开动，哎，你讲啊，鲤跃龙，鲤跃龙嘛，它就是变成鳌，我们龙鳞嘛，吐水就在这边了。哎，你躺到地下室也不会淋到。哦，前面有一个凸起来那一块，你看。水会从屋檐上这样子挡水了，挡水到两边再流下，从水一嘴巴吐出来了。今晚介绍了诗平哥啊，吼，因为吼蒋妈妈吼 C 时节来松本香本的松，那就还有一半青了。对，哎，古时候给金妹他为了参观了，比如他提了要不要历史，哎，蒙家的历史。哎，你忘不？我们都该人讲，应该是从1781年开始，1781年我们叫土牛沟，你们懂的哈？土牛沟啊，土牛沟是个汉番两地，一个界地，界过来就是在1795以后就开始往这边开垦，那我们就申请过那个沟，是神像沟的叫 Viki，那时间是边讲替做是对的，黑怪人，黑怪那种人物，啊，叫 Viki 那种产税波，水带财嘛，对，所以就是产税，就是水，所以我们这边房屋的设计是底部路，缔造的笔筒打开，所有前山里面所有的泉水引到这里面来灌溉。第二叫漏过，在极盛的时候有达到480公顷，嚯，佃农有100多人这样子。哎呦，头摆真不错，对，辉煌。端正像戏主席讲的，玉泰蔡妈妈的房屋，要是冬天有名望的家畜，同方前天提的名的。就反映出江氏王屋良田浅浅的情形，因为后退子孙都当有成就，古所也见共下堂起到当公庙，木堂老公堂的梯板都是用100年前对中国来的压床石铺的，看看门当的牌匾同对联，看看是用金箔叠的，可能出王屋的有钱。对家下讲的，桃园特色是当多笔筒。继续请王堂主来老太家解释。啊，坦白讲啊，吼，台湾地方动到笔筒，错冇？错错。你有冇按到笔筒？因为台湾拜土人就话，哈，是黑狗啊，但火把水关唔到，所以要用笔筒来炖水，那个本身甜啦，还过天气点这边讲，所以安尼台湾现在牛啊，哦，五个类啦，还过在路边啊，落到田路啊，在度啊，全部是都要笔筒。哦，这家血牛的血猪的血鸭的血鸡的，他敢全部自给自足。自足。不过那种啊，那牛肉面按牛面。哦，冲啊！哎呦，比同在远下面按到的神法之飞，老祖公罕见哦。王堂主抢太敢一批，此动作罕有玄机哦。哇，真的是教育啊！懂讲哦，这是。不过看到董这边，你那嘛干嘛？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东秀看到了松柏还有 people 哎，西仔 people 天官赐福，赐福啊！刚才讲话有客家乡音话，就会变这样，天官赐福，天官赐福。我讲啊，肯定要下岗啦，建筑比较多啊，一定要一条叫做引龙线、分金线。那唔咩装饰诶？唔咩，那条线是加中心点的呀？哦，是龙神。龙神啊，对。龙神系下岗人嘅特殊信仰。对其延伸出来的引龙线，就是佛房青葱腰的一条线。提板凳的粉金线和西王顶都当有意义。一条引龙线行爱七七跳到脑波去，本佛房形成完美的对称。客家人才有这样的龙神的在拜的。刚刚才以为的呀。对，后面就是龙殿。对，后面就是龙殿。哦，后面就有个鼓起来的地方。就像你那个庙后面。对，它会鼓起来。一个山土堆。哦，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，它引龙的地方，就引从那个就是所有的福气就从一定要有一个，因为地方因为我们客家人呢，哈，它引龙有一个特点，就因为我们客家是从大陆过来，应该有一家引龙很有名，很多那家山，很多在分支分过来，然后那个山不能被切掉，做我们的传承，做我们的山后，嘿，我按用人家山叫引龙引过来。客家人拜龙神，总的讲是从事此言的智慧。龙屋一直是用梅的姿态上，除了有老祖公的基础以外，
推推走在长江沿途的祖先的动摇关系，走到的祖先有几等人行路，泰国天顶就证明不安全。孟泰国，啊，看到了有只，看到东九的北港的吼，听到了，你也莫冲下冲上面，哎，你客家人哟吼，差不多跳拜了。开垦那时间了，开到那位，哎，你那位提拔是不是有三十八个？嗯，木都那位是三十，要木算三十八个。我说了八公嘿，一只木啊，一只木啊，是带那位木片嘢。跳拜你去去去八公庙去拜八公，那是太假做做一拜诶，那一区的全部都诶都庄下度，庄下度全部是单山，哦那单乡啊。但像这边讲，俺廖伟开客，俺廖伟是下家八公，某只叫太叔也选留下，某只太下姑选留下，某只土豆廖伟下。哎，前面真正看到更多诶，哎你去撇来，这个蛮个鲜，半斤鲜，半斤鲜，还有看到了六位了，六八公，还七加八八公，哎七加八八。今天来到这地方，你又可以写一本书了，新的书诶，有关于唐昊的故事。那我一定会讲，那我一定开场就要写。山蛤物，木蛤田，死皮石，准扔石田。对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这是东九街北宫见证了王国的兴旺。秋莲坐在乡下，看到杨梅的后山，那是黑王国茶园的一部分。又因为后山哥哥坐在看到东发的天里尾的。也得为杀空蛋本人想都想不到的石皮。好，小钟，我跟你讲哈，这边呢我就熟了，因为你是杨梅人，错，我是埔心人，错。但是我们杨梅、埔心还有湖口这一带啊，这么多的外省，当年外省兵，外省兵，肉兵固总多啊。那就是什么？这边你看，像湖口有装甲兵部队，错。啊，然后我们大概杨梅、桃园、龙潭这一带有很多陆军，啊，然后新竹那边就是空军，哎，所以这一带大概都在过去都是算是军事的重镇，对对 对。但是呢，跟黄大哥来讲呢，有一个故事跟他有关的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坡的下面就是我们的江夏江夏江夏塘，对不对？孔哈桶，但这边的皮都是你们开发的，对对对，早期下啊，哎，可是后来听说什么是被军方加重呀，哦加重，那他们借这个土地干嘛？啊，干嘛？有北区啊，油库啊，油库啊，嘿嘿嘿，油库，里边都全部是油的，嘿嘿，装油，哪个营区需要多少配多少，全部都要油，一下含油嘛，一下没嘞，没油嘞，民国50几年是在这嘞。因为那时候是演习啊时间，因为说从海边汇水都得可以到钓鱼来，把它飞弹打到哦，一打到这整个榕木这边渤海。所以以前杨梅的高山顶是军事的要地，对啊，高山档啊，那后摆伊们爱跑啊吼，做了诶榕木啊吼，开自助餐店咧，时常啊吼，哦，东边同步去高山档，高山档吼，系啊，后摆啊吼，不用驾驶。写了吼，挨头挨住他，全部都是满的，满满都是，全部阿兵哥，嘿，全部阿兵哥，全部阿兵哥都该是班一万多的，头班听过，不错，挨算，我算我一半是靠阿兵哥养大的。比到爱康也暗重要嘅油库，也搭着西乡种嘅动荡嘅水来炸的，等等到油库冒烟诶，也搭着杜河就变作为菜地清好嘅休闲娱乐好所在。尤其是吃上油库的蛋糕，看出去无边无际，天时好的下，甚至还看得到台湾海峡，也没做得见识杨梅是军事冲天的原因呢。嗯，都来到位杨梅，用做得无来拜访视频稿的也爱呢。味道也小总特别准备的西点路，就是上门出蔡妈妈 V I 天然照的歌唱。跳拜吼，你啊。说阿爸阿爸，用怎么把到你的？怎么追到你的？那就不会给骗到嘞哈。用骗的呀？不是，我给他骗到了。还缘分啦！你第一摆看到爷，拢会很用吗？第一摆看到，拢会很帅，很帅。那给小兵，那给小兵，打开点那个。哇，帅气耶！很大。哦，这可以去演偶像剧哎，吼，很多人要追他的，哎呦，都是男的追女的，是女的追男的，都倒追他。他要不是碰到我，他就会给人家入赘啊。
不要啊，说阿爸阿爸，用怎么拔到你的？怎么追到你的？那就不会骗到嘞哈。用骗的呀？不是，我给他骗到了。还缘分啊？缘分，你们是怎么认？用嘛？熟识的，怎么认识的？我对新风，新庄子啊，哎，对阿姨的，因为阿姨强啊，阿姨怎呢？生宝宝，阿姨一个很秀婆哎，我杨梅的那个，我的妈妈的那个亲戚，他就叫我很会欧医，光给他给天书，所以就不做假爸爸。我爸爸替甲兵做嘛？其他的部队，一部队的。哦，一部队甲兵。哦，给督导给，替白看到的，拢会很勇派。替白看到。拢会。很帅。很帅。来给小兵，来给小兵。打开点那个。哇，帅气耶！很大很大。哇，这可以去演偶像剧哎吼。偶像剧。小白假爸爸。很有那个嘞，人缘嘞，很多人要追他嘞。哎呦，都是男的追女的，是女的追男的。他都倒追他，哇！对，秦淑琴的姐妹两个，我记得秦淑焕、秦淑琴，姐妹两个对我有。哇！倒追他的人的名字，他到现在还记得。对对。哇！那最后你他要不是碰到我，他就会给人家入罪，给那个姓陈的陈淑焕。他爸爸妈妈很喜欢他哦，真的，他本来要入赘，他父母就答应了吧？嘿，哦，已经答应了，答应了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那你是怎么样又把他从那个手中把他？已经赏哦，很省，董秋学家也很省，已经赏姓周家。周家对，哦，就是十家，嗯，对，不会乱罚钱，对对。哦，而且专情嘛，对，很专，哎，到过后认识我过后，人家要叫他入赘，他就没入。那个时候哈，好像陈寿卿说的话有第九年的，好像第九年。不是，陈寿卿是第九年那个连长。连长也在追啊？连长、副连长杨正然。对，那时候那个伯父是你的官阶是什么？一个士官的，我了，那时候上士啊，最大的上士，级上士，厉害，士官也可以赢到连长啊。姜氏集团本人面红心跳的恋爱时光，蔡爸爸、老蔡妈妈还记得动情处，讲等，两三年动枪准到位，集团甜蜜上面的青春岁月，蔡妈妈还不时表现出小阿妹的个强健笑呢。白当吊灯的经验表白，就为家头长久的感情作为今后的见证。视频哥啊，说实际来吼，有乖吗？唐人讲，动乖，哎，没动乖哟，这已经没骗你哦。你过什么卡挺乖？你儿子小小做什么，你很生气的？有没有？他有什么事情让你生气过？哎呀。这就是看书嘛，看书。你们这样讲，人家在说还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讲的哈，你是不是有先跟爸爸妈妈套好啊？看书，我一般我们小孩子看书，我们爸爸妈妈哇好棒，我小孩子终于不看。我因为第一次要看书，哎，把那隔壁窗户打破一个洞，这光才会透进来。因为家里的光不够嘛，对不对？我才可以借人家光嘛。我以前小时候很凶，打架很凶哎。我以前我小学转学的最致命的一次转学的原因是因为。我就有一次我们班跟班斗殴，我是爱班，一个人班，两班斗殴，我呢就被人家打了以后，我就很生气，跑回来把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养乐多啊，把打碎，然后打碎不是碎碎的吗？我就把它拿起来以后拿弹弓，我们自己做弹弓嘛，然后这样啊啪射出去就，啪，那个人姓邓，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他就被我这样啪一声血这样啪喷出来，然后他一看血一喷出来就吓坏了，就往回跑，我就跑到教室以后，那天晚上他妈妈就带着他到我们家，我妈。付了医药费后，又二话不说，一巴掌就打过来，我爸爸痛打一顿。我妈就骂我说：“你这个破娘子啊，怎么跟你去读书怎么样的？”哦，就打的。妈妈，我问你哈，加合法哦，去躺的时，唔过，哎，够我听话了。用不了。去洗洗哦，给时间用不了。来带个剪春。好，讲客家话的。懂事。清秀。去躺的时。妈底是不底的，哎呀，那妈底摸骨底是底的，他给就底呀。对啊，用牛膏底妈爷的，你看妈爷全部底的呀，哎呀，不过爸爸谈的什么？爸爸，你谈的什么？我有点烫，因为我烫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跟妈妈去侍从，都学家语，
讲合法，爱吞忍糖，爱就好多，爱希望也还客家孝顺，有卡有讲合法，就爱夹夹好。妈妈嫁给爸爸嘛，爸爸很爱吃，爱吃。爸爸好吃的面食，面食，还有一些那种，比如说包子啊、葱油饼啊那些东西啊。妈妈头摆很会做嘛，头摆妈妈。那为了爸爸有去学，头摆爸爸做母亲。爸爸那个哇，那很厉害耶，尤其是外食那个面食，哇，那做到真的是。擀面啊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者是那个葱油饼啊，哦，那外面是吃不到的味道。但是我妈很厉害，我妈就学很快。后来我就学，然后以后，哎，其他都学的哈，那当时他就听，那就是感觉更快更好。哎，那他现在做出来的味道跟你比起来，觉得有差别吗？差不多。哇，哎，这算很大的那个哎称赞。因为我为什么要做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孩子都小啊，他那个时候也上班，上班赚点钱贴补家用啊，那我什么煮饭啊、买菜啊都是我，就煮给他们四个孩子吃啊。哇！所以后来，跟着我学学嘛，都会了。基本有机会有吃到，吃到爸爸教给妈妈这个。有准备冇？有准备。就跟他无暗枪的喂。观众朋友，有想会吃哦？视频大哥哦，给妈妈做位葱油饼冇？想会吃的发，哎，你的天发度量会吼，订购专线吼，有宅配服务吼，那另外车费另外算哦吼，嘿嘿嘿，等一下，哎，你是后了，吃看看，要葱油饼哈。不是小总都讲啦，蔡妈妈早就准备好诶，也是黑菜脯，清油命的料理哟。你好，哎，阿爸们爱来做了，哎，算湖北口味的葱油饼吼，但是又掺有客家米汤，哎。你好，现在这个步骤很用白。很爱好，一开始哈，面粉，摇起来，摇起来就拿个，干啦，温烧温烧个水，水好点，慢用筷，慢慢的轻搅轻搅搅，搅到做的水果那样来的，就转到切。我来切，嘿，不会粘水果的，不会粘到手的，不会粘手出来切，然后按住那个按切切切来，拿出来炖一坨一坨的哈，一坨一坨，撒下来。下工哎，家人出了病哈，断开按到去睇诊，睇西诊系按一家，好，好，那睇诊就睇诊，西诊就西诊。十忙搅面，十忙切面，还十忙蘸面。伊咧客家什么人？味道咸爱嘅啷个一般？用心来好上手嘅安生料理，特铺都当认真，一滴就冇青菜。也得葱油饼做得讲是蔡妈妈的爱心料理哦，也咪是蔡伯宝贝太奶耶。蔡视频大摆转萝卜，天出爱食嘅。除了葱油饼，蔡妈妈味道小足，还加准备嘅一锅又嫩又香嘅好料，咪是蔡伯男明人亲口食嘅哦。哇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一下。蔡家老师。哦，爱食加客家。煮出来的米汤，你看起来真的当好食嘞，做得去卖嘞，去卖钱嘞，吼！你是实践，实施暗号，实施暗号，哦，你念暗号，真劲哦！妈妈的手艺暗号，又爸爸教你做了葱油饼，葱油饼，吼，又了牛肉面，哦，咸了生牙葱油饼，好，来尝尝看，哇，好，尝尝，爸爸试一下，试看看味道，跟你做的味道有没有太大的差别？一定一样嘛，你看，我教他了吗？啊，一样。他是我师傅。葱油饼味道怎么样？哈发那个。葱油饼。又有又香的葱油饼。我先闻它的味道就好香，很香哦。该猪油的香味，还有该葱的那个经过那个煎的时候，嘿，那个味道。哦，妈妈的味道。对啊，妈妈的味道。好。做起吗？真劲做得起吗？哦，外皮酥脆。里面又是内软，然后最主要是那个葱花那个香味，那香味，哦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属于越嚼越香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嫩嫩的，嚼起来里有嚼劲。我喜欢你这个面皮经过你这样按揪诶，中刀揪，哦，那个好吃好吃，不用酱，酱就很好吃了。你要试试蔡妈妈牛肉面，先来供它，牛肉面，牛肉面，为什么？中辣的牛肉面，新面的牛肉面，按牛面，一定要分餐下第一下。福建的时间来了，
桃园总辣的牛肉面馆，全台湾千多千有名。是现在的头摆总辣是北台湾的咸肉丝肠十三天，尤其长牛千多，又因为也搭配是陆军后勤单位的台本人，我想阿平哥懂得，我想用好吃的台面，老菜地的长牛肉夹合香下，就变作为又好吃又懂饱足的料理。没错，就为总辣牛肉面王国的名声。肉条摆是都是用牛腩做牛肉面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有人用什么牛腱？其实它比较它猛，就少了这个味道。你看这个半筋半肉的味道，其实是最棒的，入口即化。还是刚刚，这是很好吃吗？哦，好香哦！哇，我是就讲，会爆浆，会过筋哈。因为这个已经妈妈炖很久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做，而且你那里面是有中药包或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它有，这个是卖牛肉那边，它有那个专门煮的牛肉的。因为那个中药那个香气很浓，整个进到那个牛肉里面。好吃，好吃。有好你的胃口。现在这个是古早味道啊。对，肉条拌面头。年轻人不一定喜欢吃哦。哦，我喜欢。啊，我喜欢，可以加汤吗？哦，不拿汤。怎么对他厉害？加汤免费。十多位日常也想嘅阿妹咪西，菜视频欢喜度天天小组穷下搞笑了。昨天十多按菜梯古早面嘅牛肉面，小组食材含油食落哦。条条老太家讲啊，刘洋结束过后，小组又突围听你问呢。根本啊，真个状况呀，有机会啊，来弄呀，木卡做客人啊，真个吃到阿哥生的东西，尤其是妈妈做出来的东西，哦，多了一份那种爱心，妈妈的芋头，嗯，而且多了一份爸爸的那个传承，嗯，感情好才有发出来哦，爸妈妈为了爸爸，爸爸的精神，嗯，又是一个特别，又是一个大融合，爸爸是湖北人，妈妈是客家。高粱的客家粉，重量高粱客家粉，两个做的一个结合，去台北开的店，那个，然后个，你开的店名很多嘛个一样，蔡妈妈系，按摩吼，嘿，是很多，啊，问一下，香气的黑马来桶，真简单嘞，嘿，很简单，多简单，多简单，嗯，果蓉，然后个伢店是。很多果蓉汤，牛肉面，葱油饼，哦，一定太春节，小总讲嘅冇唔错哦，也真见系康普办嘅好面试，系讲蔡妈妈真见开店，保证排列嘅排到匆匆匆。今日按拜访嘅文坛才子蔡食品，要记嘅桃园客家乡亲晒过来嘅历史。咪透过蔡爸爸、老蔡妈妈，看到位行业老外生出圈融合的故事，讲到孟庆勇的年年，孟庆勇身怀十秀的两三年，相夫扶持的几分真心。虽然讲无太太的排场，不过在本人亲情的感通。